现在的票数同意的大概来到了17万票。据了解，其实今天高雄各个地区的投票率几乎都超过20%。换句话说呢，可以说是同意票多于不同意票，而且多数的投票者都是投下了同意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。投票所内底，阁有超过500个投票所，还未开出伊个票。不过，咱即马已经得到咱的完成。一下呢，就要陪同高雄市长韩国瑜呢来发表这个被罢免之后的演说。因为韩国瑜市长呢，就在刚刚呢，罢免案投票已经超过57万票呢，所以现场已经有相当多的韩粉聚集呢，一直疯狂对他喊着加油。不过呢，他现在是正式被罢免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，局处首长是陆陆续续的一直来增加哦，从刚刚10几位到现在有20几位呢，所有的人呢都一起聚集在这边呢，穿着制服，包含了这个韩国瑜市长呢，还有两位副市长以及呢相关的局处首长呢，而且大家已经超过57万的罢免人卡，我们来听看最新的情况。好，谢谢。谢谢我们市府的叶光石副市长、李世川副市长，确切知道罢免票已经过了门槛，所以在这里我要表达我的内心两个感谢、3个遗憾、1个祝福。首先感谢2018年11月24号支持韩国瑜的89万2500位我们市民朋友团队来感谢。